大家好，早。今日骑公民车，骑到才差不多离5公里左右。啊，即马阁继续向前。头前遮才有一个湖，还有一个湖滴。啊，这就是这条路吼，拄啊好练。一个。这个都市跟另外一个都市了，当然这都市不是讲真快，都市的英文就叫做 city， city， 我头前这个咧走，咧走叫 jogging， 这款一般是叫 jogging， jogging 英文叫 jogging， jogging。啊，这个就是 biking 吼，跟我同款啦吼。啊，我这台较袂好 ，biking 吼，骑卡拉车，就是 biking 吼。啊，我即马等咧休困吼，等咧休困，这个英文就叫做resting 吼 ，resting resting 吼，等咧休困吼，就加一个 ing 在后边。好，我即马吼一边骑一边翕一站嘛吼，好，咱试看卖吼。即马这是路架了吼，路架即个路架就叫做 downhill 吼 ，downhill 叫做 downhill 吼 ，downhill 我看到了吼 ，downhill。再开慢淡薄啊！你看，当时啊，这个 camera， 我爱看路，我爱看这个 camera 吼，所以啊，那边有处理的吼，啊，不只啊水啊，中间是一个峡谷吼，啊，峡谷英文叫做 canyon 吼 ，canyon 吼。Canyon， 我叫吼，叫一个峡谷的地方，向下，然后有个就是湖底下，湖以前咱不学过啦，湖就是 pond， 然后这边日头这边吼，今嘛等于是向北吼，因为日头在那边，你要向北，这些，今嘛是下早时嘛，所以。一头也当兵吼，当兵英文叫做 east 吼 ，east 吼。啊，即马同款继续，我即马骑卡拉车，这边来翕一个附近的这个景色，你试看，头前有一台卡拉车往乌家来吼，头前有人伫的吼，好，咱稍改停一下吼。好像有只桥的，好，停个遮吼，安尼，咱先暂停者。